拿的时候生气的。哦，就跟你讲，就是这个。后面好。对，后面。那我放，那我那个就摔，可以摔用力一点。刚刚那个摔就可以了。哦，因为如果前面要再气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后面他那边也会一起。可以。嗯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